In tennis, sometimes I win, and sometimes I lose. But in life, with him, I always win. Life changes. Jesus' love, however, does not.童年第一次有一种没有人要的感觉。他的经历，我没有想过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布莱顿海滩上，有一排让人放置杂物的彩色小木屋。这些小木屋早在1860年代就开始被人使用。政府近年来为了发展旅游业，把这些曾经破破烂烂的小木屋出售，让屋主自行修葺，成为今天充满色彩的小屋子，每年吸引无数游客前来参观。当 Ivy 刘浩问被神改变之后，他的生命就像这些曾经破烂的小木屋一样，重新充满色彩。浩问的童年并不快乐，他生长于一个充满纷争的家庭，他常常看见父母发生争执。爸爸是一个挺暴力的人，曾经见过一个情景，就是爸爸在厨房里面拿出菜刀来，我很刻骨铭心的一句话，奶奶说要砍不要在这里砍。那我的妈妈说，你也是别人的女儿，令到我好伤心，因为我是亲眼看见。眼见父母日夜争吵，童年的时候，浩问心里已经知道。但我知道，爸爸不爱妈妈。所以父母的离婚对浩问来说是一种解脱，但在抚养的问题上，浩问就有说不出来的无奈。第一次有一种没有人要的感觉，妈妈不是说不要，爸爸说要，那妈妈就不要了。爸爸看到妈妈不要，那爸爸又不要了，其实就是这样了。最终浩问跟妈妈和外婆一起生活，在2年级的时候就被送到寄宿学校读书，很难受很难受，哭了整整一年。我人生走到每一个阶段，我妈妈都是给我四个自我，就是事在人为。你要做的一定可以做到。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有人帮你。或者应该说，如果你要完成一件事情呢，你要靠你自己，你要解决问题靠自己。就算小时候，外婆也会教我说，求人不如求己。你要别人帮你，别人就需要放下自己的事情来帮助你了。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你的问题放在别人身上，所以就形成什么都要靠自己咯。我读寄宿学校的时候，我怕黑的。小的时候晚上想上厕所怎么办呢？妈妈跟我说，你要么上厕所，要么尿到裤子上。我当时很难受啊，因为我觉得啊，好像其他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那么的关心他们的。
一直以来，浩问都希望得到妈妈的重视和疼爱，但妈妈在再婚的事情上说了一句话，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妈妈是在客厅那里跟我说，但我真的记不得当时的心情，但是我记得我当时是哭的，但我并不是伤心，但是总之我是流泪，但是我的妈妈就认为我是不开心。我妈妈跟我说了一句，我不会因为你哭而不结婚的。面对这一切，浩问只能够无奈地接受。我小的时候，就像刚才的分享啊，我已经很懂得接受现实。人生很多时候都是人家觉得好的东西强迫我接受，然后我就用一个很感恩的接受你为我安排的一切，但你并没问过我的意见。实在能够在我手中改变的并不多，所以能够落在我手上的我控制得很好，因为我似乎全部是接受的。离婚我接受，寄宿学校我接受，再婚我接受。我没有自主权，不要说自主权，我不能有意见的。在我的生命里，就人家不断地做一些事情，我去回应而已。所以你说我有没有反抗？我没有，因为没有用啊，反抗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我从来都不觉得因为我的反抗而刚才我跟你说的所有的事情会不发生，并不代表我听话去欣然接受，而是在我里面有很多的无奈和没有的选择。种种经历令浩问对人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我认为很可悲的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觉得人是全世界最恐怖的动物。我认为动物互相杀戮是为了填饱肚子，人也会互相杀戮，嫉妒苦毒。所以我看见的，我不相信人，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是否因为血缘的缘故有多一份情？是不是因为大家分享同一个姓氏有多一份的怜悯？没有在我的生命里发生过，所以我不相信人，很难去信人。应该这样说，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个好人，这个世界没有好人的，一个也没有。不论那个人对我有多么的好，我还是很难相信他。浩问面对的问题没有因为他的成长而有所改变，甚至当他移民澳大利亚后仍然是一样。妈妈和继父来到以后，原来并不适应这里的移民生活，我想他们经过商量，所以他们决定离开。我当时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不好，我想我有很多的愤怒在我里面。移民是你说的，今天你离开又是你说的，你看我的生命仍然是在被动接受。啊，我们的关系不好，所以他们收拾东西离开咯。我回来的时候是一所空屋，但是我的房间是满的。啊，挺难受的。天都了这心放下，尘世快乐盖掩永生真相，生存不再坚强，你心底满是创伤。浩问一直以来都活在痛苦和压抑之中，他急于寻找生命的出口。
我相信这个世界有神，我相信有，因为我会做上香等事，但我不快乐，我没有出路啊。但是后来2000年的时候，有个朋友问我，你今天有空吗？当然我知道他想带我去教会啦，有空我就跟着他去了。进到教会里面，很平静，很舒服。我人生当中没有试过有一刻心里面这么平静。然后牧师就问我了，啊，你想不想参加洗礼班啊？好不好啊？我说好啊。我不抗拒的原因其实是没有什么需要抗拒，参加洗礼班而已，也不代表什么，可不可以这样说啊？所以就参加洗礼班咯。参了洗礼班之后，牧师就问了，洗礼好不好啊？好啊。都一样嘛，洗礼而已嘛，有什么所谓啊，先洗吧。对我来说没什么所谓了，就好像拜神啊，打坐一样啊，就好像那个时候打坐，别人问我要不要打，我就打咯。想找一条出路，想找一条解决问题的出路，所以就信咯，就洗礼咯。浩问虽然接受了洗礼，但是他仍然靠着自己生活，直到认识了以望这位基督徒朋友。最初接触他的时候呢，他的身体语言会告诉你啊，你不要走太近啊，比较近也不说话，在室内会戴太阳眼镜啊。我是这样感受到，对这个人不能太热情。他很不热情了对我，那我也感到很舒服。这个人是慢热的，而且这个人是要等的。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有智慧，我要啊，我需要这样东西，我不是要聪明，我要智慧。还有为什么他常常都这么平静？之后开始学习，开始查考圣经，我就去找，我要知道为什么他可以这样。那时候开始有变化。当生活正在变好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将浩问的生命再次推向谷底。有一天2点多钟，他妈妈打电话给我，叫我回家。我心里面想说，要发生的事情应该发生了。他工作不如意，我想当时的我不是太懂得什么是抑郁症，所以他选择离开，他选择了结他自己的生命。我没有想过，我到达的时候真的很无助啊，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就去到那个地方，去到把那个尸体放下来，尝试急救我，但是没有任何反应，救不了。我以为救到的，因为人在当时放下来的时候，他好像有一道气的，我听见一点声音，那是我最后的希望。我以为救得到，但是救不了。男朋友的自杀虽然令浩问受到很大的打击，但他仍然相信靠着自己可以应付得到。我觉得我可以应付，我可以的，我照常生活，我的生活完全没有任何改变。只要我走进房间，那就是我的时间，我会哭，不停地哭。第二天睁开眼睛就会很辛苦了，因为又一天了。但是我并不是装出来的，但是是妈妈小时候教我，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的不快乐，太阳第二天不会升起来。那为什么我睡醒
我要好像让全世界人知道我很失落，或是我很悲伤，所以没有。浩问甚至在事后的第二天强迫自己走入男朋友自杀的房间。我认为事在人为，我不应该有个地方我去不了，或者我害怕，所以我想收拾那个房间啊，扔掉一些东西啊。然后我记得啊，走不动啊，脚软哦，走第一步整个人瘫倒啊。面对这么大的打击，作为朋友的欲望除了邀请浩问到家里住之外，更介绍了专业辅导员 Winnie 给他认识。当时啊，他是很失落的，哦，是很伤心的。但是呢，浩问啊，是不会在人前哭的，他总是戴着太阳眼镜啊，因为太阳眼镜能够遮蔽他那个啊，比较浮肿的眼睛。还有呢，他总是慌慌张张，还有惊慌失措的样子啊，特别是怕黑，晚上要开着灯来睡觉啊。浩问的情绪压力终于到了承受不了的地步。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了，我决定了自杀，我够了，我精力够了，我不要再活，我不要再生，不要再生存下去。我不是埋怨不开心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没有能力再面对。在他怀里背，何不拥抱主耶稣，哦哦，他真好。就在浩问想实行自杀计划的时候，威尼打了一通电话给他。平时他很少会打电话给我，但当我决定了自杀的时候，星期三他打电话给我。我就问浩问，你怎么样了？他其实是很不好。其实每一天都过得好辛苦，每一天都希望是最后一天。他告诉我，他其实呢是想要自杀啊，他连自杀的这个步骤啊都怎么样都已经都做出来了。他就发现也不行了，要看医生。当时才诊断到自己原来是有抑郁症，很痛苦，因为在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病的感觉，我很难受，我很讨厌看见自己的软弱，所以当时我很讨厌自己。我不一定想康复啊，但我讨厌见到自己病，我讨厌见到自己这么弱。他在乎你的一切，世界忘记你，神却深爱着你。当人生走到这一步，浩问向神发出呼喊。我跟上帝说，是你说的，是你说人有丰盛的生命，我要康复。我不康复就不能看见这生命有多丰盛。他眼看见你每一个经历，所以我想这就是我的推动力。我仍然相信的是他是掌管的，或者这样看，我的角度里面他是那至高的上帝，他不欠我一个答案。一直我追寻。
我记得以翁握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你记住你今天有多伤心，如果你做蠢事我就要经历你今天的伤心。这话很鼓励我，因为我是一个很重友情的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激励我的。所以我跟自己说，我跟他说我不会。我从以往身上，从所有在我身边的人的身上，我看见上帝。我知道上帝没有不要我，没有不爱我。浩问下定决心要面对自己的病，他听从医生的指示，服食抗忧郁药物，他也开始学习放手，依靠上帝。我记得后来要收拾东西离开那个房子，然后我们也在那儿做了一个祷告，比方说把所有的捆绑哀伤都要交给上帝。那一次就是我的人生第一次去经历什么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我整个人是完全平静的。我们能够在那儿的时候是有欢笑的，去整理那个房间令到我很奇妙了。浩问曾经以为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但靠着神的恩典以及身边朋友的帮助，他破碎的心灵终于得到医治。让我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是不可能。他常常都说啊，学懂一件事情呢，他要怎样祝福别人。看见他常尽力侍奉上帝。很大很大的变化。其实 IV 当他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好像我说他大的危机，他的生命面对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么他就好像在一个 crossroad， 他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他的成长是很奇妙，我看到他很坚强，记住上帝的能力怎么样改变他。今天可以说他是成为我们教会一个榜样。他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看见没有什么抓着是安全的。人死掉以后呢，剩下这些遗物又有什么意义呢？人他觉得是恐怖的，但是在主里面也有很好的人。我相信这需要一些经历过看过才能知道。不能说完全改变他对人的看法，因为人的确是恐怖的。但是人能够靠着上帝变得有一个新的生命是不同的。我觉得这是在他信仰里能看见能经历到的。我看见上帝有多爱我，每一个在我身边的人真的让我看见上帝的爱在当中。我跟妈妈爸爸讲说，没有上帝，你们就没有这个女儿了。上帝不轻看你每一滴的眼泪。如果你也想像浩问一样生命重新得到色彩，欢迎致电恩语生命热线或登入恩语之声的网页跟我们联络，我们很乐意与你分享基督信仰。愿神赐福你。
自受苦泪眼，要替你包扎，自尊可再返，上帝必定和你分担，若是你释放无比轻松，别再自我吧，是用信心恩语滋润普世华人心灵，恩语之声以世界各地华人经历耶稣基督带来生命改变的真实故事，透过全球电视和电台广播网络，还有电脑互联网广传福音，也以生命关顾电话热线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的事工很需要你经济上的支持，就让我们继续为福音齐心协力。